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昨天群书之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学习到第五句这一句我们可以用不可须臾离也一起来体会。这个树道不可须臾离也。这个正直无私。公正。正义这个都不可须臾离也。而且这样的涵养用在五伦大道当中。你不能对朋友能宽恕对另一半不能宽恕了。应该都是用同一个真心呢。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了，他说我对小朋友有耐心对家长不行那大家想一想，他对小朋友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佛门呢，有一个勘验的标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真心一定会展现在每一个境缘当中所以他看到小孩他就挺可爱的。包容心就大了。看到大人，你这么大了还不懂吗？他这个要求的心就上来了。都要关照这个心不是真心，很可能是爱真的心。看孩子喜欢呢。耐心就大了，看大人有要求了，觉得他不顺眼了，就没耐心了。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我们的心在境界当中，自己起了爱憎分别。那这一句，首先谈到的有一个字可以恒常奉行的，就是恕。这个恕我们要体会一个字可以用它的词语来体会。忠恕、仁恕、宽恕。老祖宗的字词成语都是智慧的符号都是指导我们恢复真心的教导。那我们刚刚念到一个词，宽恕。宽呢，度量大，能够包容，不计较。有一句格言说到，以怪不得三字待人。怪不得他会这样，能包容人家，悯人之凶。他现在的行为不妥当，
啊，原来是他家庭环境、成长背景不好。啊，不止不会啊，指责对立呀，升起怜悯心。在汉朝啊，有一位陆乡侯，对国家贡献很大，才封给他这样的爵位啊，叫做刘宽。啊，这个是在《德育故事》啊，初级第四册，这《德育》课本呢，啊，它是依照八德编的。第一册孝悌，第二册忠信，第三册礼义，第四册廉耻。这个是在此篇呢。我们责人日已远，典型在树习。这个有。768个圣哲人在其中啊，我们把768个圣哲人请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来，风言展书读啊，古道照颜色，啊，自己的心境随着学习这些圣哲人啊，被。软化了，被感动了，啊，起了效法他们的心，啊，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而这个此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了凡四训》里面讲到啊，改过啊，要发三种心呢。第一个就是耻心，第二是畏心呢，第三是勇心呢。我们下一句啊，讲到啊，为圣枉念则作狂。为狂克念则作圣，那这个要对自己的念头啊，所产生的因果，要有敬畏心呢，而且要克得住这个念头啊，也要发勇心嘛，勇猛啊，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啊。我们不下到这个功夫啊，这念头很难转过来。那怎么用功啊？我们待会再依圣贤人给我们的教导，甚至于他们的现身说法，我们再来深入。那刚刚讲到啊，此心重要了。了凡先生说了：“耻之于人，大矣呀。”他这一段话呢，也是对孟子的教导进一步诠释了。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能羞耻这些。能羞耻自己呀，不能做出啊这些违背良心、违背道德的事情，常常有这种警惕呀，那就不会做出啊违反道德的事情。好，所以了凡先生讲：“耻之于人，大矣。”耻对于一个人。
太关键了，太重大了，以及得之则圣贤。这个羞耻心，他念念不忘啊，他可以成圣成贤的。失之则禽兽也，羞耻心一失啊，很可能就沦于禽兽了。人，天地人三才啊，我们要自重自爱，我们要献身。啊，对自己的期许，忧入圣贤之域，能够入圣贤的境界。啊，抱尽这一生，啊，说明终了了，高登极乐之乡，求生净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华儿女难当啊，不能糟蹋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修持啊，就是自爱了。就是啊，尊重己灵啊，这个就是菩提心哦。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菩提心必有因缘，方能发起。所以，此心呢，跟菩提心相应。菩提心呢，不可须臾离也。而此心呢，对成就自己重要。我们要帮助别人呢，也是要做到让对方自己的羞耻心呢自然提起来。所以格言别录说了，这个愧之啊，小人，小人可使为君子啊，让对方自然升起惭愧心、羞耻心呢？哎，小人可使为君子啊，激之啊，你去激怒他。去指责他，他破罐子破摔了，机之啊，君子可使为小人。哦，虽然古代说有激将法，哦，那个也是属于极少数的人。哦，我们在用法的时候还要用对哦。哦，一般你用这种啊，太激烈的方式啊，大部分的人受不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刘宽，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好，他也没有辜负，他一生确实做到宽恕了。他呢，温和仁慈，又都能宽恕他人啊，刚好啊，有一个人的牛丢了啊，这个刘宽是坐着自己的牛车啊，结果这个遗失牛的人呢，看到刘宽的牛啊，他就说：“你这牛是我的。”啊，这个刘宽呢，没有任何跟他辩解。就走下来了，就让他把牛带走了，自己走路回家了。哎，没有多久啊，这个丢掉牛的人呢，自己的牛找到了，就很不好意思啊，把牛赶紧送还回来，
可能后来还知道啊，刘宽是大官呢、啊，哇，就很惭愧啊，就把牛送回来了。哎呀，是我不对呀、啊，愿意接受你的刑罚，愿意接受你的处罚。刘宽怎么说呢？刘宽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像啊，这个很正常啊。啊，你看我的牛跟你的牛，长得都很像，这个人之常情啊，你不要那么难过。哎，谢谢你啊，还这么远啊，帮我把牛啊又牵回来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是找不到牛的人他那个心情啊，一开始来那是恐惧的不得了。我后来刘宽这么回应他，我看他记住刘宽的这个宽容啊，我看终身都难忘。甚至还交代他的子孙，啊，要嫉妒啊，记住这个大人的恩德啊。那这个故事啊，一定会传开来了。谁去传呢？这个牛丢掉的人呢，他不去讲啊，他心里不安呢。哎，讲一讲，他心里更安一点了。哦，而且他当官呢，还经历了3个郡。他在当这个郡守的时候啊，有下属官员或者百姓犯错了，他就拿那个蒲草草编的那个鞭子打他们，处罚一下，那根本不会痛啊。其实就是让他们警惕而已啊，让他们引以为戒呀、啊。当然，我相信所有接受处罚的人呢，都记住了刘宽呢对他们的宽恕。人念着这一份恩呢，对他就是一种鞭策的力量。而在德育课本当中啊，还讲到了刘宽，陆乡侯啊，他有功劳啊，就推给底下的人，让功于众啊，哎，有什么灾祸了、这天灾人祸啊。很难避免的，他就把这个罪过引到自己身上来。这领导者的风范，万方有罪，罪在正宫。而且他真的是，刚刚这个是坐之君呢、以身作则啊，坐之。亲，他都那么能够原谅这些百姓下属，这做之亲呢，把他们当作自己亲人一样。有一个老师他对一个学生呢，觉得哎，快没有耐性了。后来他起了个念头啊，假如这个学生是我的儿子，我会怎么做呢？哦，他起了这个念头啊，刚刚那个没耐性就没了。做之亲，还有做之师，循循善诱。
所以刘宽啊，见到父老乡亲，哎，勉励他们要勤奋的。小富由勤啊，真正勤奋的不可能没饭吃的。啊，看到少年，勉励他们呢，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啊。那后面还提到一件事，他的太太呀，没见过他生气，想说试一试，到底他会不会生气？结果就让啊这个婢女啊端这个羹汤，在什么时候端呢？在他要上朝面见皇帝以前，这个官服都已经穿好了。这个婢女把羹汤端过去，假装啊跌倒了，就把这个羹汤啊洒在他的衣服上了。刘宽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有没有烫到你的手啊？啊，我们看古人这些风范的时候啊，我们要身历其境啊。哎，假如是自己呀，这个羹汤一泼到上朝的朝服上，会怎么样？我们可能脾气就上来，其实说实在的，脾气呀，会上来，首先考虑到自己不高兴了，这是我的官服哎，你知道多少钱买的吗？这个我啊，脾气就上来了，但念头在对方啊，这个贪嗔痴啊，就起不来了。所以改过啊，从心上改啊，就是把这个我相放下，我执放下，没有我了，贪嗔痴慢就没有附着的地方，起不了作用了。所以《金刚经》提了多次，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相没有了，后面就好办。有我才产生对立的人呢，才有对待啊，才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在一切境界当中啊，放下我，这就是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呢。那我们看完刘宽这个故事了，那体会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自己的诚心、宽恕的心还没到位了。啊，这个素字啊，还有如其心，设身处地呀。宋朝有一个武将叫曹彬，武将当中呢，自己跟后代好的不多啊。为什么？杀业太重。像李广，飞将军呢，哇，他那个射箭百发百中啊，那胡人都怕他，怕得要死啊。但杀生太多。后来到他的孙子李陵啊，诈降匈奴啊，结果汉武帝太生气了，诛他全族。这里面也离不开因果报应啊。
所以选择的行业啊，尽量不要是杀生的行业。啊，不是尽量的，一定不要是杀生的行业。所以武将当中啊，自己跟后代非常好的，这个值得研究啊。啊，曹彬的孙女啊，做到皇后啊，这个富贵到极点。啊，曹彬的事例太多了，我们就举一点就好了。他有一个士兵啊，犯错了。可能要打几十军棍呢，他没有执行，啊，过了好一阵子啊，才执行。底下的干部啊，不能理解，问他了，哎，这个将军呢，你怎么这件事啊，没有立即执法呢？他说到了。这个士兵啊，刚结婚不久啊，我现在马上处罚他，可能他家里的老人呢、啊，或者他先生觉得，就是娶了这个扫把星啊，我才会遭这个难呢、啊。所以隔一段时间再打了，家里人不会做这个联想。考虑事这么细微啊，设身处地啊，如其心呢、子贡啊，也问孔子啊，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啊？一言其实一个字，能够终身奉行。孔子说：“其恕乎？”就是这个恕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恕道也不是那么简单了，得下功夫啊。那子贡有一天，同样是子贡啊，你看。这个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是子贡问的哦。哦，后来子贡有一天说了：“哦，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与，无亦欲吾家诸人呢？啊，我不希望人家这么对我，我也不这么对人。”孔子马上提醒他：“非尔所及也，你还没到这个功夫呢。”哦，我们有时候就把自己看高了，这一点也是要谨慎的。把自己看高了，就有可能自欺了，就会落入啊自我感觉良好啊。哎，一自我感觉良好，就不容易查自己的过了。啊，前一阵子跟一个。母亲呢，在谈到啊，处处是道场。当父母啊，这个角色也是修行的道场。啊，对子女呢，不能产生你是我的，那就容易控制要求。哎，这位母亲就说了。哦，那这一点呢，我是比较没有。那我跟他挺熟的，我就提到了，我说比较没有，不是没有。哦，那你当你自己产生觉得，我比别人不错，你要在这个角色当中查自己的过，就比较不容易。心里留个比较不错啊，就不是真心了。真心一法不立呀、啊，啊，我们还放个，我比别人不错了，
这个心就会产生化学变化，而不是产生物理变化。哦，所以这一句真心一法不立呀，很有味道。你为别人付出啊，这个付出放在心上啊，心里也会起变化。会有想求别人肯定、别人回报的这个心念，就跟着会产生的。这个心变化很快的，人心为伪，观心无常。你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它就开始变化。所以了凡先生指导我们的是三轮体空啊，一心清净，帮助别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思之物。我们昨天还讲到心净佛土净啊，往生净土最重要的清净心。心地清净了，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就决定往生了。不能染五欲六尘了，好事做过了，不放在心上。啊，下一句提到一行而可常旅者正也，有一个行为要很常去实践的。就是正，正则不偏，正则不邪呀。我们现在的诱惑，比起100年前呢，10倍、100倍都不止。老和尚有一次讲经，我听到了，超过1000倍都不止。哦，所以老和尚也说啊，你现在修行能得力啊，古人都佩服你啊。古人的环境比较单纯呢，他们在极乐世界，啊，在天上看到你现在在这样的境界里，能够立得住，不受诱惑，他们都给你点赞了，他们在冥冥当中都加持你。我们现在是处在五浊恶世，借彼魔恼啊，借这些考验呢，兼我愿力啊，只要将猛啊，不怕贼强，要越考验呢，叫百折不挠。越挫越勇，李炳南老师啊，有提到了，在官场当中啊，你的上司不正了，可能呢，要把你拉下水，同流合污啊。这个时候立不住啊，就沉沦了。所谓财是糊涂虫啊，贼怕第一次啊，有了一次就完了，就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了。所以遇到这个情况啊，那不能同流合污啊。可以选择离开啊！其实福报啊，不是讨好来的，也不是上面的人给你的，福报是自己修的，
你这里秉持住道德了，你到其他的因缘去，那个福报还是自己，甚至还增加了。一个人的福报啊，每天都有加减乘除啊，福田心根呢、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啊。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理得心安，安在道德，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要抵得住诱惑啊，这些道理要明白啊，才稳得住啊。所以孟子说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天爵也。这个爵位啊，这个福报啊，老天给你的。许哲女士啊，新加坡的国宝说的。人家问他：“你照顾那么多人呢、啊，谁照顾你啊？”他说：“老天也会照顾我。”这天爵了。你看他乐善不倦，仁义啊，他照顾很多老人，这些老人年纪都还比他小呢，他活到100多岁啊。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不用去巴结讨好他人，守住自己的心念。就守住自己的福报了。好，那这个正呢、在用在护念自己，也要护念亲戚朋友啊，不能让亲戚朋友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护念自己的父母啊，也都要懂得判断清楚。所以这个孝顺，这个顺字，也要用这个正字啊，正义来判断。父母的要求不符合正义啊，这个时候不能顺着他们的意思去做了。但是呢，也不要在态度当中啊。忤逆他们也不行啊，顺势而为，要劝亲友过见识根呢，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要学融通不能死在这个字这个句下了，顺哇什么都顺错了，要符合正义哦。我们看第94页114句经文当中说到了，父母怨旧人不以正，不是以正义了，不是以正确的道理了，来埋怨怪罪别人了，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也。做子女的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可以违反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绝路，而财死不可，可为而不从也。父母要给人官位绝路啊，可是这个人才能实在难以胜任，这假公济私啊，这不行了。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父母欲为奢泰
此米以事先快意，可为而不许也。父母追求奢侈，糜烂这种奢华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适快乐，但是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父母不好学问，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也。父母不喜好学问，反而反对子孙求学问，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学习。但是低调的学，偷偷的学，不要让父母看了难过就好了。要灵活一点的。我以前也遇过啊，到一个道场，刚好跟一位大我差不多10岁左右吧的一个道友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呢。我在听老和尚讲经啊，他说啊，你来到这个道场啊，你就别听净空老和尚讲经了。我听得出他话的意思，就是听他的，不要听老和尚的。我每天跟他住一起，还得见面呢。我就想起老和尚说了。众生看到我不欢喜，我躲开，他也生欢喜心了。老和尚教我们恩顺众生，不要让人家生烦。他不让我听，我就 不在他面前听，不就好了吗？现在想想，那很可能都是佛菩萨来考自己的啊。那时候才20多岁啊，年轻气盛啊，没有这些考验，自己就不懂得屈己了，不懂得弯下腰来了啊，趾高气扬怎么修行啊？派这样的人跟你住在一起啊，所以世事无碍啊。我们就是有求一个啊，要马上啊，别人要理解我，不理解就难受的不得了。哎呀，我学佛是好事啊，怎么父母不支持呢？你看，一有求苦就来了。学佛是对的，父母不让学，在他们看不到的时候学，再来。这个法门呢，方便了，人家不让我们念，我们就念在心里就好了。而且当家里的人不让我们学我们还是要反求诸己啊。是不是我们学的执着让人家不认可？我还遇过一个母亲。我先生呢不让孩子学《弟子规》，我说你先生希不希望你的不会反对你孩子孝顺吗？他说不会。你先生不会反对你的孩子有爱兄弟姐妹吗？他说不会。我说你先生不会反对你孩子要谨慎，说话要有信用吗？他说不会。我说你先生不会反对你的孩子爱护他人吧？他说不会。不过我先生就是反对学《弟子规》我刚刚讲的都是《弟子规》这个反对是一个果相，原因出在哪？我们要把它找到
哎，我们学东西呀，不能学到一个相上，都是学这个传统文化的表象，反而让家里的人误会了，太着相了。哎，人家感觉我们越学越执着了，那怎么敢让小孩跟着学呀？不能着相啊，人人弘道啊。要我们自己把这些经教做出来，人家一看生欢喜就不会反对了。父母不好善事，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不喜欢子孙呢、和这些人交往，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啊，与这些这样的人交朋友事有患故，待己而济呀、父母不予以其行，可为而亡也。朋友遇到困难、忧患，等着自己去帮助。朋友之间呢，见义勇为，尽这一份道义。父母反对前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前去帮助，但是也低调一点，不要父母说不能去，哼，我偏要去，这个也不对啊。所以不应该违背，我们看，不可为而为，非孝也。不应该违背，比方说父母的要求是对的，我们不能违背。不应该违背却违背啊，这是不孝。可为而不为啊。亦非孝也。应该违背的却不违背，这个也不孝了。为什么？因为父母的要求是不义了，你不为了，你错了，父母啊，也陷父母于不义好不为啊，非孝也。一味的喜好。盲从遵守父母之命，这是不孝。父母不对的，你也都顺着，这非孝也。好为就一味的喜欢违背父母之命，就不管父母讲什么，都违背，都抬杠。也是不孝啊，亦非孝也。其得意而已也，这都要看呢，是否符合道义，以道义啊为标准来判断、来应对。所以正义啊，是判断的标准。所以这里提到术者人之术也我们回到第五句，这个术啊是施行仁德的方法。正者义之要也，这个正直啊，公正的。这是遵守道义的要领，要掌握这个要领来判断。所以治以哉呀，这是至理名言了。这一段教诲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我们看呢第六句，啊，为甚妄念作狂？啊，为狂客念作甚？啊，这一句就让我们感觉到啊，甚狂之分呢，一念之间呢。我们看白话解当中说呢，人人都有圣明的本性，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旦妄念升起了，而且啊相续不断，那我们就会被啊烦恼缠缚住了。就会变成凡夫啊，甚至堕落到三途去了。但凡夫能克制妄念，保持正念，就会变成圣人。所以由此可知啊，圣与狂之分呢，只在妄念与克念之间。我们举佛门的一个公案，盈科法师，他犯戒呀，这是妄念作狂了，被烦恼习气啊困住了。哎，他有一个善根呢，特别可贵。深信因果，他越想越觉得，我铁定要堕到三途去了。他升起了勇猛心了，向人家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这一生修行啊。能够有成就，不会堕到三途去了。后来人家给他介绍念佛法门了，结果他很感动啊，不吃三天呢，关起来啊，自成念佛。这个就是狂克念，用这一句佛号啊，克制一切的妄念。结果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还有10年的寿命，10年后我再来接你。”他有自知之明啊。他说：“再等10年，我又会犯很多错啊。你可不可以现在就接我走？”阿弥陀佛有智慧啊。这样好了，3天之后我来接你。阿弥陀佛，为什么没有当下把他接走啊？当下接走了，人家门一打开，这个盈科饿死了，几天没吃饭，饿死了，还造成误会，怎么办呢？所以佛菩萨有智慧啊，阿弥陀佛有智慧，3天之后来接。这个盈科法师把门一打开，告诉他3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所有的人都好奇啊，都来送他了。3天之后，真的念了没多久啊，就走了。所有的人升起坚定的信心呢。我们在。几百年之后听到这个事例啊，我们也是很受鼓舞啊。那我们怎么克这个念呢？在什么时候克啊？印光祖师啊，在《了凡四训序文》这一篇很精彩啊。
教导我们了。圣贤之道，唯诚与名，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应主就是举我们现在这一句上书的教导。圣妄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所以人修行啊，譬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哪里有进退啊？念头就有进退了。一个念头不对，不止住了，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一个情绪要上来了，你不马上赶快调伏啊，脾气一爆出来，火烧功德林，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而且应主提醒了，日用之间呢，万境交集啊，一天当中有多少个境界啊？万境啊。大家想一想，一天会遇到多少个境缘？你哪怕没有遇到人呢，脑子里在想事啊，都是境缘。甚至于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境缘。睡觉的时候正念没有了，也会造业啊。所以明朝做到尚书的杨祖啊，他有一天做梦，在梦里啊，到果园里面呢、啊，摘了人家两颗李子啊。他醒过来之后，很自责啊。我在梦中还会拿人家的李子，代表我自己平常的这个功夫就不够了，才会做这样的事，处罚自己面壁啊，三思啊。所以应主说的万境交集，自己一不觉察，难免种种违理情想，违背良知的道德的念头出来了，持想寄生的，真心遂受护庇了，真心就被障碍住了。那怎么下功夫啊？应主讲了，要用言子之事物。言子学到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看，非礼勿视重要啊！太上感应篇说的，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这个见字是个关键。不去见了，就不会产生这些邪念，要止防范于未然了。所以这个事物都是防范于未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不要接触这些会让自己起邪念的境缘。非礼勿言啊，非礼勿动，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也。你遇到境界的能不能立得住啊，在平常自己独处的时候就要下功夫了。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纯诚也。印光祖师教导贤邪纯诚，心不能常常妄动。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平常不要乱想，
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啊，或小声念，或默念，啊，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佛号就要提起来。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净缘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啊。句句念能真，每一句念得真切，深深唤醒自己。句句念能真，决定出娑婆。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